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玩跨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企管系的教师佘建元。哦，我前几讲我们都没有强调国立啊，现在我们要强调国立哈，因为同学说如果不强调国立的话，跟对岸的那间混在一起，然后我们是台湾的中山大学。哦，好，那我们接下去呢，这几讲呢，我们要来讨论需求哦，讨论需求，讨论需求弹性跟需求弹性。哦，我们前一讲呢，有跟大家谈到什么叫做需求呢？哦，需求哦，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年、哦、一月或是一年一月或是一天、哦、平均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哦、我们说这个叫做需求量、哦、需求量或需求。那需求量呢，通常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哦、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影响的因素呢，用一个数学式、哦、用一个数学式来表达。那这个东西叫做需求函数，需求函数。那通常呢，这些各式各样影响这个需求量的这个因素呢，哦，经济学家或是普遍大众呢，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价格，哦，价格如何影响到这个消费者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哦，在一年一月或一天，哦，一年一月或一天，平均每天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大概是多少？哦，大家会关心这个价格如何影响需求量。那这个东西呢，哦，当我们关心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前面数学的介绍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到，如果今天呢我们要讨论很多因素对一个这个需求量的这个影响，而我们只关心其中一个因素，哦，我们可以用 2D 的图来表示。可是当我们用 2D 的图来表示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来表示这些价格对需求量的影响，可是其实有很多其他因素在那边的时候，我们怎么表示它？我们要设定其他因素不变，哦，设定其他因素不变。那当我设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呢，然后来讨论这个价格跟需求量的这个影响呢，这个东西就叫做需求曲线。哦，需求曲线。哦，所以我们把它写下来，需求曲线呢基本上是表达这个价格跟这个需求量之间的变动关系。哦，那就像我们在刚刚前面讲的，哦，我们会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哦，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画出一个，用 2D 的图呢画出一个这个需求线出来，然后需求线出来。那根据经济学家呢，哦，这个几百年的观察呢，我发现，欸，有一件事情叫做需求法则。什么事情呢？就是说需求量，哦，消费者一年一月或每天平均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呢，会和这个东西的价格呢有一个反向的变动关系。哦，可是要注意，我们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哦，因为其他条件不变我们才可以在这个 2D 的图上面呈现嘛，哦，要不然影响需求的因素非常多啊，哦，不会只有价格啦，哦，可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个反向的变动关系，这个东西就叫做需求法则。哦，所以这个反向变动关系就在说明说呢，当价格呢由 P1 上升到 P2 的时候呢，这个需求量呢会由 Q1 降到 Q2。哦，这个就是需求法则。哦，那所以说，比方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数学式呢，来表达这个需求法则，来表达这个需求函数啦，哦，比方我们今天就把需求函数写成 Q 等于2100减掉 P， 哦，这个斜率呢，哦，就是1:1嘛，哦，当1:1的关系啦，哦，1:1的关系，哦，那是负的，哦，所以是反向的变动关系。然后还有什么其他条件？哦，还有其他条件。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比较简单的讲一下说啊，假设其他条件的影响呢有正有负，最后影响是零啦，哦，影响是零，所以就可以看到这边。当价格呢由1500上升到1800的时候呢，需求量由600降到400。哦，这个就是需求法则。哦，经济学家呢根据这个几百年的观察呢，哦，根据几百年的观察呢所发现出来的，欸，普遍上呢这个需求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哦，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而且这样的现象呢也非常的直观嘛，对不对？为什么直观？哦，比如让你今天要去买个东西，哦，比如让你今天要买个便当。哦，或者说呢，你要买个服务，哦，比如像说你要去坐高铁，哦，从高雄坐到台北，哦，这个是一个服务，那这个是一件事情。那你做这件事情，买这个服务，哦，买这个便当就来吃嘛，哦，来吃很会爽啊，哦，吃很会爽啊。那这个东西可是爽归爽，你要有成本啊，啊，成本是什么？就是价格嘛，对不对？你买便当，哦，要付这个钱，你搭高铁买这个服务，你要付这个钱，这个就是成本。那当成本上升的时候呢，啊，你做这一件事情的意愿会不会降低？会降低吧，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直观的，非常直观的一件事情。所以经济学家在几百年的观察发现，发现了这个事情。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这个价格，这个东西做这件事情的成本，做这件事情的成本呢跟需求量有反向的变动关系。所以当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呢，比如像1500变成1800的时候呢，消费者呢买这个东西，比如像说他在一年在
一个月或每天平均的消费量呢，平均来说会下降的，哦，会下降的，哦，这个就是需求法则。那可是呢，需求法则呢，哦，有没有反例？我们刚刚说经济学家经过几百年的观察，看到，大概就是这个现象，有没有可能有反例？哦 ，maybe 有，哦 ，maybe 有，哦，什么样的反例呢？比如像炫耀财，哦，比如像炫耀财，那是什么 一回事呢、哦？我们再回来看看什么叫做需求法则。需求法则就是说，当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呢，价格就是你，比如像你买东西，价格就是你买东西的成本，买便当，哦，搭高铁的服务，哦，这个东西是你的成本吗？成本变高，你做这件事情买便当搭高铁的意愿就会降低啊！啊，意愿降低，当然可能你意愿不会降低，可是其他人会降低啊！所以整个市场 overall 来说，我们去看一年、一个月或一天哦，消费者愿意钱能够购买的数量 overall 来说，可能就会减少。这个是需求法则嘛？啊，当然你要注意哦，是其他条件不变哦，你不能说啊，价格降低了就其他条件也降低了哦，比如像价格降低了，就台铁价格也降低了，哇啊，可能本来搭台铁还是搭台铁嘛，搭高铁还是搭高铁嘛，它可能没有影响，然后所以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跟价格成反向的变动关系。所以我们在讲反例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说有没有可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也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成本提高了，你的做这件事情的意愿，并没有降低，而是提高。有没有可能有这种事情呢？价格跟这个需求量呢，不是呈现反向的变动关系呢？哦，我们讲的是这个事情，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呢？哦，我们说 maybe 炫耀财是，然后炫耀财是一个什么意思？哦，我们想想看，什么叫做炫耀财？什么叫做炫耀财？哦，比如像说呢，哦，有些人呢会喜欢买哦，买什么 C 牌的哦，或者说什么呢？这个 G 牌的名牌包，然后 C 牌或 G 牌名牌包了。那 C 牌跟 G 牌名牌包很贵吧，对不对？非常贵啊。那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些人要买 C 牌或 G 牌名牌包？它有比较防水吗？有这回事吗 ？C 牌跟 G 牌的名牌包好像没有嘛。他们说放一放水淋到就会发霉嘛，变烂嘛。啊，它有比较耐重吗？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在 C 牌或 G 牌的名牌包里面装砖块，然后去外面跟人家干架？好像也没这回事嘛。哦，所以它有没有比较耐重？没有啊。那这个名牌包有比较漂亮吗？品味比较好吗？这可能见仁见智了，这可能见仁见智了。哦，像我太太就觉得，这个其实并不好看嘛，哦，她觉得，这个 C 牌跟 G 牌的其实没有很好看啊，哦，没有很好看。她说，如果你要真的要买品味好的东西啊，你不如去 MoMA 哦，这个当代艺术馆或者是北美馆哦，他们里面卖的东西那个才有设计感嘛，然后她才觉得那才有品味了。哦，不过也还好，她觉得 C 牌或G 牌的名牌包不好看，啊，所以我才可以省一大笔钱，啊，不然如果觉得那个好看的话，那我要花钱，那就会喷一堆钱出去嘛，就会喷一堆钱出去，啊。好了，那所以到底人们为什么要花大钱来买 C 牌或 G 牌的名牌包？哦，有一个理由啊，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尊爵不凡呐，啊，哦，尊爵不凡呐，啊，什么意思？用我的话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呢是有钱人的证明，然后有钱人的证明，尊爵不凡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有钱人的证明，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名牌包 C 牌或 G 牌名牌包，证明你是有钱人嘛，就证明你是有钱人而已啊，那为什么有人会需要这个东西，比如像说有些时候呢你可能要去参加某些奇怪的聚会，然后说被称为所谓的名流聚会，然后你可能要这个叫什么 license 嘛，有一个这个证明你是有钱人的这个名牌包去啊，你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啊，所以没办法，你得要买这个东西啊。有人可能有这个需求啊，要让人家知道说他很有钱嘛，所以这个东西才叫做炫耀财嘛，有这个需求啊，或者说你去参加我刚刚讲的，你要有这个 license 啊，才能参加这个名流的聚会啊。那当然，如果你有其他张 license 啊，比如像你是艺术家哦，或者说比如像你是知识分子哦，人家已经知道你了哦，你是作家，平常在写东西的，人家已经知道你是有名气的，你大概不用这个 license 啊。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能会需要这个 license 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人家要买 G 牌跟 C 牌的名牌包啊，它其中一个理由是炫耀嘛，让人家知道，你是有钱人啊，不过这边有个题外话了，前阵子因为有人了解了为什么人家要买这些名牌包的这个需求，然后所以前阵子在那个市场上有个有趣的产品叫做存款一亿元证明包啦，这个人民币只要卖很像我在对岸找到的四五百块，然后不会太贵了，存款一亿元名牌包，我想直接就跟人家讲说你是有钱人，然后不过好像还蛮便宜的就可以买到，然后存款一亿元证明，然后的一个包包。好了，所以说
因为这些包包，大家去买这个的东西呢，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就是说尊爵不凡嘛。啊，尊爵不凡的另外一次就是让人家跟人家说我是有钱人，然后啊，有人会需要这个证明啊，有人可能不需要这个证明哦。不过 anyway， 总是有人会需要这个证明。那如果有人会需要这个证明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价格在这里面呢，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因素。我们刚刚前面讲，为什么有需求法则？需求法则的关键在于说，这个东西呢是。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价格是你的成本，所以成本上升，你做这件事情的意愿就会降低 ，OK， 就会降低。可是呢，我们刚刚讲炫耀财这个里面的价格已经不只是成本了，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价格也是你爽度的来源啊。哦，为什么你要买名牌包？东西越贵越能证明你是有钱人嘛。哦，所以最好就去买那个存款一亿元证明的那个包包了。哦，人民币只要三四百块了。哦，台币两那个大概一两千嘛。哦。好，炫耀财的成本虽然是价格，但有些时候呢，它的价格上升，爽度也会上升。那因为价格是效用，就是爽度的一部分啊，因为你是要拿来证明你是有钱人嘛，所以价格越贵，当然越能够证明你是有钱人啊。所以当这个价格上升的时候，他就这个买的人、消费者的内心呢，就会碰到两种冲击，一个是成本上升，所以你可能买不下去；另外一个呢，爽度上升，你可能会更增加你的购买的意愿。两者相冲突，所以这个就是我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可能是需求法则的反例，因为有两个相冲突的力量嘛。如果爽度的力量比较大，那就会是价格上升的时候，大家更有意愿去买了。哦，前阵子就有一个有趣的新闻啊，就讲这个事情啊，特斯拉全球大降价，就造成车主去抗议，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买特斯拉的车回来，就是要开车开爽的，车子所提供给你各式各样的效用服务，你开起来觉得很爽。那车子你已经到手了啊，你开啊，爽是你自己爽，为什么他降价你会觉得去抗议？为什么降价他会觉得去抗议？哦，因为可能很多人去买特斯拉的理由不只是觉得开这个车子本身所带给的爽度啦，然后比如像这个车子的各种功能，开起来省油哦，开起来声音小哦，或者它有自动驾驶功能哦，很多人买这个特斯拉可能不是为了这个，是为了什么呢？尊爵不凡呐、啊，哦，尊爵不凡是什么？就是证明你是有钱人嘛、哦，所以今天如果特斯拉降价了，这个有钱人的这个 feel 就不见了，哦 ，feel 就不见了，所以就一堆人去抗议，哦，一堆人就去抗议，所以这个东西叫炫耀财，它可能会是需求法则的一个反例啦，哦，可能会怎么？可是呢，我们刚刚讲那个例子呢，是从个人的角度来想，哦，就是某些人你可以看得到，可能你们班上、你们周遭可能某些时候会碰到这种人呐、啊，哦。急于想让人家证明他是有钱人，然后所以他会想去买名牌包、买名车、哦、可是这种人在整个市场上呢，算不算是大多数？不知道啦。对个别这些人来说，他们在购买炫耀品的时候，炫耀品对他们来说可能是违反需求法则的反例。价格越高，他们购买的意愿越强，购买的意愿呢强过了购买这个东西所花的成本。可是会不会整个市场上购买名牌车、名牌包的这些人都是长这个样子？目前的证据还不明显、啊、所以到底这个炫耀这个奢侈财呢，会不会是构成需求法则反例？我也只说这是可能、哦、不是说、欸、一定，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明确证据说这些东西就是需求法则反例，只是你知道就个别的个人来说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这一讲呢，我们就谈了需求法则、哦、我再复述一次，需求法则讲的是什么呢？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哦，价格跟需求量，什么是需求量？哦，消费者每天、每月或每年平均来说，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哦，这个需求量跟价格有反向的变动关系，这个叫做需求法则。哦，也是我们在那个需求这边呢，大家最 care 的，哦，最关注的一个关系。哦，好，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